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我来我乡亲时代，大家好。啊，今仔日啊拜五哈，啊，又搁教咱的吴国安老师啊，要来教咱共同来探讨咱台语的这个金碗啦，金碗就是台语的文化嘛，台语的文化里底台语的语言哈，啊，讲这个台语哦，台湾的语言安尼哈，啊，来先教咱这个乡亲时代先请安问做好一个安尼。嘿啊！啊，因为甲吴国安老师的节目足轻松的，啊，你若讲点着了后呢，你家己播下来，干那用听，你阁会当做别项代志吼。啊，哪听过哪用头壳哪想者讲，咱逐工咧讲的话是毋是有讲唔对，还是安怎吼？啊，这样呢？啊，今仔日你要讲的就台语的挽留嘛吼。嘿嘿嘿。哦，咱煞来讲，顶回咱讲个台语挽留来诶吼，诶，这个台语的。要素，台语叫成要素，台语叫成要素啦。对咱几啊项个定位，讲到这个台语的这个繁体，吼，繁体的迄个要素。咱今日来讲台语内底日本语、日本话要素，好，考日本要素。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50年，吼，啊，台湾人吼用。更别讲日本话啦，吼！更别讲日本话。但是厝内伊无别啊，厝外爱。厝内无别，但是就是你讲在文学上咯，还是讲资讯什么地方新闻，拢是用日本话讲的。哦，甚至那个较当开始较上流社会吼，啊，变讲到尾啊，到尾啊，日本人设立一个叫国语家庭。嗯，对啦，对啦。国语家庭。国语家庭还佫规定，干脆来规定你国语家庭才会当做甚物代志？都国语家庭，还佫号名号做甚物住秀住啦，哈，改甚物啊？叶子啦，甚物囝，迄个住啦，哈，啊查甫就甚物雄啦，啊厝内佫拜迄个神社，迄个日本天皇，迄款的，安尼就变。那是皇民化家庭，对啊，那是皇民化运动了后就变安尼吼。啊，就是讲台湾人是迄个期间真济文书了吼，用日本话写小说。嗯，就像咱即摆咧研究讲这台湾文学吼，台湾文学，台湾文学个一部分，讲一部分是相当大个一部分，就是用日本话写，日本是台湾日本话写。对对。所以因为安尼一寡较日本人较逐日咧用个，常常咧用个话，吼，走去台语来对你吧，走去台语对你吧，是当然的代志。比如讲，我即上，吼，我即上，阿上，啊，我即上，我爸上，吼，还是即个叫做，有一句话即摆较无咧讲啊，吼，叫道，哎呀，叫道。人讲叫道，人讲叫道，哦，这真叫道，啊，真叫道。这句话是为日本的这个叫道啦，叫道。啊，叫道即马是日本话，伊战后经过60年，这句话我们被死去啊，我们被死去啊。因为看到近代这个日本文学啊，什么吼，大概都无啥咧用这句话，哦，有真济在日本诶，这个通俗话，走于咱台语来对哩吧。好，啊，这部分呢，咱是进是这个优美的台语来对，咱改规则或者外来语，也规则外来语，好，啊，咱即摆咧讲的，咱即摆咧讲的，即个讲叫做日台语来对日本语要素，唔是讲这部分，唔是讲这部分，唔是讲算讲叫做。咱那个哆啦 A 梦啦，吼，啊是这个问奖啦，吼，啊是便当啦，便当，便当，唔是这部分，这部分咱改规则是外来语，吼。咱即摆咧讲的是讲台语的某一句话，甲日本的某一句话对比起来，伊唔是为日本走来，啊唔是日本走去台湾走去日本去，是本来就台湾话就安尼讲，本来就安尼讲。啊，即个本来就安尼讲的时阵，甲日本的某一句话可能，本来就同款。音真话。啊，本来就同款，也是讲有语言的关系，有语言的关系。哦，这部分咱该归做讲台语的日本语要素。啊，即马要讨论这个台语的日本语要素吼，来，对，来有
有一个做心事的代志，我发觉一个做心事的代志，就是讲有一个人叫做萨鲁曼纳啦，萨鲁曼纳啦，一群人就对啦，不是。萨鲁曼纳啦是一个荷兰人，哦，是荷兰人，是自1704年，嗯，是古早，哎，1704年，到400万年前，1704年哈，嗯，1704年的300万年前了，哈，1704年有一个荷兰人，哈，嗯，或者萨鲁曼纳啦，哈，嗯，这个人写一本册，伊是英国发行一本册，发行一本册。这本册叫做叫做台湾技术，咱即摆个译作台湾技术，哈，译作台湾技术。啊，这个是这本册内底念吼，这本册内底有写了台湾的历史，哦，啊，甲台湾的风俗啊，台湾的语言，有写讲台湾的语言。做甚物事就是讲，伊这写了台湾的语言吼，伊讲台湾人吼。伊讲台湾人，即摆是内底无台湾人，迄阵也无台湾人，迄阵号做福尔摩沙，福尔摩沙人。伊讲福尔摩沙人讲古日本话，讲古啥，讲个古日本话。啊，即摆日本人吼，现在伊咧讲，伊写册迄当时个日本人吼，已经是咧讲一种新个日本话。福尔摩沙人是讲。讲古的日本话，好，伊这人安尼写，这本册吼，是发行出来瞬间吼，刚开始的人就讲，啊，你学袂讲啊，你学袂讲，好，啊，咱国内学者嘛，亲像这个王家音，吼，朴树英、马龙家林就讲，这是一本学袂写、白擦的、白擦的台湾书就对啦，好，伊拢个讲到安尼。啊，咱即马来讲这个萨鲁曼纳啦，吼，是虾米款的啦，吼。萨鲁曼纳啦，伊家己伊本册内底个自称讲吼，伊从细汉就是台湾大汉的，是福尔摩沙大汉的。哦，伊是讲伊福尔摩沙大汉的，啊，甲十九岁时阵的吼，和一个这个牧师。成个牧师骗去，骗到澳洲，骗去澳洲。啊，无咧，伊是迄落金门的老目睭，还是迄落咱这种的。这有一张相片，一张。哦，安尼伊就是金门啊，伊就是外国人嘛。对，外国都是荷兰人啊，因为荷兰人。啊，不过我即摆你安尼讲啊，即我先岔开一下吼。咱看这落日本的古装的迄落戏，若讲有三。200多年、300多年以前的吼，伊若讲参像咱遮讲啊，拜托啊，你请，拜托你请你安怎吼，拜托你请你安怎，咱遮迄落原住民，迄落台仔，迄落泰雅族的啊吼，台演的啊，伊嘛是讲落架的，落架的，啊你日本人嘛，敢那讲足神，敢那讲啊落架的，落架的，落架安尼，足神的啊，拜托拜托啊，请你安怎，拜托请你安怎呢嘛是落架的，落架的。落架啊，讲台湾咯，国王啊，国王个坐轿，创啥啊？台湾个风俗，讲台湾人咧拜拜的时阵哦，福尔摩沙人个对咯，我来拜拜的时阵，我提囡仔落去拜拜神，创啥咧写个迄个吼。啊，虽然当时是澳洲店吼，澳洲迄阵啊发行出来人，大家嘛，我咧讲，基本就别差，我别讲吼。虽然是安尼，但这本册吼，也是只。澳洲唔是澳洲即方向，迄当时要介绍咱现在即个荷鲁曼沙即个所在吼，在澳洲的观点内底都是安尼，都是算即个人讲的安尼。迄个南乌钦主义历经开化的，历经开化的这个民族，不是像咧澳洲英国皇帝同款，安尼嚯，我穿迄条袍安尼，啊，皇宫个偌水。啊，迄白贼的啦，台湾那有。
那有通啊穿外水的安怎？哦，伊即嘛是。那有外水安那，就是原住民的叮叮当当，甲甲规身躯安尼吧。啊，咱这本册对吼，这本册吼，对啊，当袂着。有啊，这本册即嘛有翻译。即嘛有咱家一个即个啥啦？啊，时阵吼，时阵咧有加翻译做中文。啊，即个中文。这中文就是写讲做啥物，或者荷鲁玛沙，荷鲁玛沙啦。啊，荷鲁玛沙。荷鲁玛沙。荷鲁玛沙。啥物就对啦吼。嗯嗯。啊，科萨基，这个甲科萨基有关系。这科萨基是因这个因个。祖传内底有提。因个去了咧讲研究台湾的问题时喏，捌。提出这个，我那么提出这个，这个人出来，啊，不提出这本册出来，这本册可能这么是这点唔知啊，我咧卖无，哦，这本头在台湾写，好鲁玛写的对啦，好鲁玛写，啊，即马咱只在咧讲，你讲吼，伊这个人胡说八道，吼，安尼胡白讲，胡白编，吼，当作一个故事来写的对啦吼，啊，代表，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做什么事的哟，伊这个人，即马那考古方面的这个研究是讲，这人根本都无来个台湾，嗯，根本讲无来个台湾，那有来无来，唔知影，吼，有来无来。到个十九岁吼。哎，伊跟你讲的，这是伊是一本册个，你讲啊。哎，老伊细汉到十九岁啊，对啊，嘛应该知影足侪代志啊，一个人到十九岁应该知影足侪代志啊。啊，即马就是讲有一个。有一个问题哦，就是讲，伊这个人虽然是安尼讲，伊讲，荷鲁玛沙讲日本话，古日本话，古日本话，先生在有文理咧，伊有个创作荷鲁玛沙字哦，诶，从古早就台湾都有影响哦，而且伊创作呀，这个作者这萨拉玛创作的嘛，哈。不过咱只我只伊迄个音素来滴啦吼，发觉伊讲的句唔是拢都唔对呢，啊嘛有淡薄啊唔对，哎唔是拢都唔对，因为吼，因为伊讲的，伊照伊迄音素安看起来，台湾话甲日本话一个现在的比较对，即阵嘛荷鲁话啦，荷鲁话，吼，即台湾来甲你比较，台湾话在用顺音。顺音，吼，啊，迄个主音夹母音，做一个音节，日本话同款，吼，比如讲，讲加，吼，去，啊加去一鸡，吼，那个鸡鸡歌，吼，拢是同款，啊，过来诶，这个日本话有个几多音。有只鸡头母音，鸡头母音就是讲上讲鸠，鸠，有加，加，鸡，鸡，因两个后边两个母音就对了，鸡，好，鸠，吼，鹅，吼，有这款的，啊，这款的两个鸡头母音甲台语的吼，台语嘛是同款啦，就是讲台语的基础发音吼，加。日本的基礎那邊吼，有時要話要話，差無偌濟就對啦。啊，這款情形會發生，唔知為倒走出來。咱之前是講，這可能就是這個叫做順達多的發順達多的這個母語分裂出去的。吼，咱以前是個假設是安尼。吼，啊，即款咱具體來講，吼，具體來講，台灣話點吼？究竟甲现在的台语，究竟甲日本话内底有偌济？可能咱会当啊想讲，无的确是有共一个语言，吼。咱即摆来检讨者，啊，第一代先咱来看讲，即摆哪个早期吼，长崎呀，九州长崎的方言，咱用长崎的方言来做比例，吼，长崎的方言内底吼，伊即个鸡呀。芋头啊，芋头啊，讲哦，即个，伊讲个，个，哦，啊，伊讲个，
啊，所以啊，这个锅加入一个动词落去，卡克鲁，卡克鲁一个接，接，好，安尼后来哈，后来这两句，两句啊变做一个名词了，对啦，原来叫做锅，啊，这不，啊，卡克鲁，加入这科西卡克。科西卡克，科西卡克，科西卡克就是芋头啊，芋头啊，给伊啊，好。啊，即句话点吼，要甲比对咱台语的，对咱台语这个芋头啊，有够有啥物话通讲？芋头啊，啊无咧，讲芋果，芋果，芋果，讲芋果，啊，这个芋果，咱就写这里，打鼓迄个鼓啦吼，单位的鼓，所以咱就想着讲，一个了就第一就鼓安尼，啊，后来坐了了就一个，但不一定。一个头啊啦，一个头。哎呀，你刚才讲一个，我说听无，啊，咱迄落菜市啊，啊，三一个一个头啊过来坐。对对对啊，哎，这一个头啊嘛，唔是不一定就是鼓掉，这一个头啊，一只脚头嘛是啊，对啊对啊，啊，一个四角头啊嘛是啊，对，一个头啊。所以这个比这个鼓。伊个头啊，这个个，家己本来这个考试卡给这个个，考试卡给个。我认为讲这，就是有语文关系，诶，源头的对啦，源头有迄个讲的语文关系。嗯，好，啊，过来吼，这个。比人家早起吼，比长期的这个方言来对吼，讲白贼，白贼，啊，你白贼话虚的嘞，你无影的话啦吼，白贼话，伊讲叫做，伊讲就话讲乌索，乌索，日本人讲乌索吼，乌索，乌索，但是伊这个九州遐来讲，索拉国岛，索拉那个，索拉国岛，索拉国岛用汉语写讲空代志啦，你讲的无影，空话啦，空话啦，空虚伪的，虚话啦，虚话的话。讲起，啊！这索拉国岛台语，人咧讲人讲啊，你讲个咧骗我，讲个无影。讲个就告诉，告诉国外听。不是，嗯，索拉。索拉。你咧索拉话。哦，索拉话，迄种索拉，系索拉国岛。索拉国岛。索拉国岛，哦，索拉国岛。索拉国岛，迄个国岛，嘛是甲咱话共款，咱咧话的代志嘛，吼。啊，伊是索拉，索拉是空。塑料骨头，啊！即摆咱台语讲，你就讲个塑料话。塑料话，啊，迄个就塑料。啊，你讲塑料。塑料，即摆叫个就是塑料哩。啊，你讲塑料话，咱讲塑料话，咱讲塑料，吼，塑料话就是无影诶，无影诶，吼，哦，这个塑料骨头加这个塑料话，吼，啊，塑料话，所以。这啊，你讲起，这那塑料话要都造出来，是不是足歪的啊？嘿，无得个是卡，啊，无得个伊唔知在。唔知是唔是？伫咱家迄落先只讲讲嘞，啊拖过来，还是迄边讲讲嘞拖过来这边？啊，安尼就变外来语啊。对啊，对啊。咱是讲，伊那边跟恁这边可能比阿哩讲，啊，即安尼讲，即句即个发音。唔知安怎古早虾米味道走来，可能有一个共源头。咱这个主题是安尼，会有一个共源头，可能该有一个共的源头之下就对了吼。哦，啊过来，哦，那个这个爷爷的迄个大家在见吼。啊，佫有一句方言，比如讲，我无爱，我无爱，好，我无爱吼，因讲王太啊，太，王太，那迄个，台南啦，下港迄边我嘛讨伊角啦，迄个有无物件无爱啊，就讲讨角啦，等讨角啦，讨伊角，等讨角，王太啊，王太啊，吼，啊，王太啊，我阿恁即摆就这个太啊。翁太呀，翁太呀，这个翁可能是，这里不是这个翁，可能是我啦，可能是我啊太呀，我不爱，我不爱，啊，我不爱，这把问题了是这个太，太啦，台湾人普遍的讲的，
哦，太了，你讲卖啦，不爱啦，啊，我太了，太了，好，我太了，不爱，这嘛是，你看起来敢那有安尼，淡薄啊，淡薄啊，哇哇安尼哦，伊完全哇没淡薄，是无关的，无关的问题，对啦，对啦，好，啊，过来。过来吼，迄个因遐吼，人家在遐讲哦，迄个人一直讲，那你莫细细念啦吼，细细念伊讲西卡拉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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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拉西是状态状态语，啊西，哎，恁大家细细念，哦细细念，哦西卡拉，细细念，啊，迄个北京语讲碎碎念啦，杂念，不，迄是湖北讲的，北京语无这句话啦。不介，不介意可能无法度讲这句话，所以叫你讲碎碎念啊，碎碎念，碎碎念是一直念念袂煞。对啊，同款的代志安尼，安尼你若讲，没啊讲安尼嘿。啊，即嘛吼，人家在遐的方言叫阿娘，叫阿娘叫伊个，伊啦，伊个，伊啊，啊，两个伊啊，啊伊个。哎，伊个，好，这嘛有真话的对啦吼。啊，那我知影，因那叫伊啊，都伊啊伊啊咧哭，就是伊啊伊啊呢啊啊啊呢，啊，都什么族群拢同款，拢叫红孩，拢叫伊啊，都用伊的声来解呼吧。对啊，啊，这是咱现在我有听到的吼，我甲你甲想甲比比起来，我甲你讲，这内底是唔是有关系的对啦吼。啊，过来。是关东这边家，吼、哦，关东这边咧有一个都市或者镰仓，镰仓，东京这边家，哦，卡马库拉，镰仓，镰仓，镰仓这个都市，这是较早原来是捌做过因的首都嘞，因的幕府的首都，啊，现在是应该是佛教的圣地，哦，日本佛教的圣地，哎，卡马库拉，这个卡马库拉，伊即嘛叫做镰仓嘛。镰刀的镰刀，迄个镰，吼，啊仓库的仓，库的仓叫镰仓。但是卡马库啦，我问因遐人啊，卡马库啦，加这个镰刀啊，加这个仓库的仓，完全拢无关系。迄是甲写来要发这个音的，发音的呢。伊讲卡马库啦，意思本来就是伫迄个所在遐。因遐个人会有一种迄啰风俗，就是讲，挖一个坑，挖一个坑，啊，只啊采一挂祭品就对了吼，啊，咧拜水神嘞，诶，所在，啊，迄即摆看不过来，哎呀，啊有即款，啊有做即款纪念的所在对吼，啊，这个，啊那咧拜神嘞，看，看嘛。卡嘛，卡嘛，卡嘛，神龛呐！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吼，咱咧拜神的，吼，咱咧拜祖先拜神的，哦，就贡嘛卡嘛，嘿，贡嘛卡嘛，还是卡嘛库拉，卡嘛库拉，贡嘛卡嘛个卡嘛库拉，哎，库拉一个奥吉康，就是卡嘛的呀，哦，卡嘛库拉，啊！你用大陆的解释都足清楚了，对啦，对啦。哎，唔是赌钱，还是确实是安尼吼。吼，迄语文，咱怀疑这有一个语文的关系啦，吼，卡马库啦，吼。好，啊，过来滴吼。日本东北这边只吼，东北这边只诶方言吼。有哪里讲讲？你安尼问过虾米？伊讲，咱就讲 yes 吼 ，yes， 伊讲嗯的。嗯啊，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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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啊，即马，伊咧标准的日本人是讲 “sorry”， 哈 ，“sorry”， 哎，你讲，嗯的，啊，你嗯的，啊，无日本人来来，就讲 “hi”，“hi” 是什么意思 ？“hi”，“hi” 是卡 ，“hi” 也是 “t”， 爱是 “c”， 嗨 ，“c”， 好，拢总有啦，啊，拢总有啦，啊，你 “sorry” 是同意讲 “c” 啦。跟他试了哈，而且试来个，哎，一直赶快来，就这，唔打，伊讲唔打，啊，恁打人咋讲？嗯啊，啊，唔打，恁打人讲，讲，嗯啦，嗯啊，对啊，
啊，即马讲黑啦，系啊，即马远啦，即马改做黑咯啦，系啊，即马讲远啦，较少人讲，即马拢讲黑啦，哈，这个黑啦，这个黑的，我常常讲的啦，黑啦黑啦，是啦是啦黑啦，啊黑啦黑啦，啊黑的，啊黑啦黑啦，是本来唔是黑啦黑啦，我本来是黑啦黑啦，黑啦黑啦，黑啦黑啦，啊这黑的，黑啦，我感觉这原来在发音吼，意思上有感觉，有感觉，哦。所以这总共就是讲日本话的这个基础发音，啊，加迄落个台湾话是作声，作声。过来有一项就是讲日本话这个阿拉玛多贝迄落二声音，哦，二声数嘞，二迄个声音，哦，比如讲哭哭叫、蹦蹦叫、叮，哦，啊。北苍苍，哈，还是咩咯？不是北苍苍，北苍苍，那是表，那是形容词。什么这？一哭哭叫，哭哭叫，那个鸟鸟叫，哈，啊是讲隆隆叫，隆隆叫，车更加隆隆叫，叽叽叫，哈，轰轰叫，这款嘞，这款阿拉么多白点哈，日本因主人公在世界语言，因阿拉么多白是最发展的，但是。比起咱台语哦，咱台语，个比比可能比古个发展，哦，啊，但是咱即摆就是讲台语内底一个强者，阿拉妈都袂甲你分，也是感觉遐尼发展，比起其他语言，其他语言原来有啊，台语甲你分特别，哦，对这个声的这个敏感度，哈，哦，非常敏感就对了，哈，哦，啊，咱即摆来讲吼，佮讲一个台语甲日本话的比较吼，一般来讲吼，的比较。所以讲咱吼，咱过去啊，这个唔知几百年前啦，反正哦，唔知几千年前，我唔知啦。有船了后啦，迄个船就人就会通商，会安尼船会迄落飞过来飞过去，无论大只细只，伊就会走来走去啊。啊，走来走去，迄个语言就敢若即马敢若无一共款。你去你的码头，我啊话来话去，迄个话拢差不多嘛。哦，啊，过来，搁这几百年前啊，都有迄个什么倭寇啊来遮，啊，什么这几日兵啊来遮，咱也去伊遐，伊也来咱遮，安尼流通了后，就变语言足侪拢互相，唔知影什么人是发源地。嗯，敢是安尼？这当然，这个语言有得发起来，这任何啥人都无人有法度去对这个代志啦。对啦，对啦。而且咱今嘛咧讲就是讲吼。这个是一个环境内底，可能生活方式、环境或是虾米同款，所以发生起来语言会较接近啦。环境较接近，发生的语言就会较接近。是啊，所以讲咱安尼啊，老师若无甲咱讲，咱嘛唔知影吼。啊，咱甲足侪国家迄落语言足侪拢聊啊，要话安尼哦。啊，咱若语言呐有法度。足彻底，家己研究来真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讲，咱台湾民族是为倒来的。咱即摆予老师休困一下了，咱等下念咪再搁倒转来，咱要讲一个较精彩的吼，就是讲这个甲日本语的甲其他的这个比例吼。